那我现在呢要请李先生李老板呢来介绍一下呢马葱饼。OK， 马葱饼哈，顾名思义是马祖口味的葱油饼，所以我们注册商标变成马葱饼。好，那我们马葱饼的特色是干煎不用油，没有防腐剂，没有色素，没有化学的添加物。那除了马葱饼以外，它可以有油味，有加蛋，还可以加鸡屎、加玉米、加火腿、加培根。那你们的特色餐点是，就是主要是马葱饼，然后再做。对，马葱饼是我们的主打的商品，也是品牌。那我们还有衍生很多的小吃，像双胞胎、甜甜圈、芝麻球、酸菜包、红豆包、奶酥包等等这些的平民的美食。那你们的分布的地点都在哪里呢？我们都是北中南全省都有，北中南全省都有，所以目前已经有几家了。我们接近有百家店。哦，百家店了，那也蛮多间的啊。那看起来真的都很好吃哎，你都现炸的嘛？这都是下午茶的点心，学生下课下班下午茶的时候，这个是非常好卖的。那营业的时间大概都是？营业大概是从中午到七点。到七点。对对对。哦，那等一下可以试试看看吗 ？OK 啊，没有问题。真的好好。OK， 谢谢。来试吃马葱饼跟点心哦，准备一份。我来吃它的特色餐点，马葱饼跟点心好了。对，来先这样直接双胞胎好了，比较快。为什么叫双胞胎？双胞胎就是两相好。哦，两相好。这是我们马祖的一些古早味的点心。好，葱饼要吗？好，我来试试看看喽。那这算是馒头吗？它是属于古早味。Q 劲扎实的面团，它外面的话有一层糖衣，脆脆酥酥的，非常好吃。嗯，你看，是扎实的面团哦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糖。好吃好吃，上面怎么那么脆啊？对，它就是糖衣，加上古早味 Q 劲的面团之后，它咬起来的层次感就不一样。哦，好，那下一个是什么？下一个是我们在准备马葱饼。啊，马葱饼。对，招牌。好。然后它又经过有炸过，所以它外面这层会比较脆，所以又酥酥脆脆的。然后里面因为很扎实，所以咬起来很有嚼劲。对。喜欢吃山东面食的客人，很适合这种古早味比较正宗的面团。哦，就是你们就山东口味的口感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是说山东人喜欢吃面粉类，那就是属于比较正宗的一个中式的面点的做法。为什么有这个想法？因为我们就是家传的技术，哦、那我们现在是把它做整个企业化经营，变我们自己的品牌去做加盟连锁，好厉害！同时又能够协助帮助一些社会上一些中高年龄、二度就业、可能第一次创业的那种低门槛，因为我们是22.8万，全部的设备帮他弄到好。你们有资料吗？有。如果要创业，如果说22.8万都很便宜，对对对，涵盖全套的器具跟设备。可以吗？不要。那我要再来。刚好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这个里面有包鲜包鸡翅，这个是包饭。Hello， 马葱饼好了，我现在要吃马葱饼的马葱饼，然后我还要等一下要配。马祖奶茶，刚泡好了，来看一下，烫的哦，刚弄好的哦，我要试吃喽。来呀，嗯，好烫哦，好烫，我要先吃一口。嗯，它的面皮很 Q， 然后里面呢，它的葱呢。不是很碎的哦，是有颗粒的哦，在这边。那里面还有一点，就是它有加胡椒粉，它的胡椒粉也是你们特选的吗？对，它的外面买不到的。外面买不到的胡椒粉，所以要来这边吃马葱饼，才可以吃到独特的这个胡椒粉。我们还有客人专程来我们这里买胡椒粉回家。然后难怪我就觉得，这个胡椒粉有点不太一样哦。对，不太一样。外面的是死咸。那它的胡椒粉其实比较不会，它是香气比较多，有些香味比较重，好吃，外酥内 Q， 赞，老板推荐的哦，一定要来试吃哦，拜拜。